好像并不太流行。据我所知，南苏里这边真正在室外跳广场舞的，好像就是两拨人。对，有一拨是离我家很近的这里，还有一拨可能更靠近白石那边，其他的可能都是室内上的那种舞蹈课。那你们跳广场舞的时候，跟中国的那个形式一样吗？也是首先有一个广场，一个大音箱、大喇叭，一样，然后以老太太为主吗？对，是以老太太为主，然后基本上前面有一两个大姐在领舞，然后别其他人在后面跟着跳一跳。每次差不多是10到30个人左右，天气好可能就人多一点，然后天气不好就人少一点，然后可能这段时间那个可以回国了，然后可能就会人少一点，因为很多人回国，那过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也都回来了，就人多一些。有老外和你们一起跳吗？有一些老外试图加入我们，就包括印度人，包括一些西人，一般就是反倒是年轻人，就是 teenager 那种。然后后来发现好像还有点难度，也就算了。你们对，跳得很难吗？也不是很难，但有一些就是西人喜欢的舞，反倒是节奏很快的舞，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有点难。而且可能跟他们的那个文化也不太相关。西人或印度人喜欢的可能还是就是力量型那个比较多的那种舞蹈，但中国的广场舞可能会有一些舞是追求细节，还有什么有一些古典舞，可能老外不太能理解，所以可能慢慢也就不跟了。对，试图跟过。会不会有老外觉得，哎，好奇怪呀，这帮中国人在干嘛呀？然后他们在那儿很好奇的围观，会有这种现象吗？会有一些人停下来看一会儿，但是围成一圈的那种围观还没有。对，然后有一些人会看的时间比较久，就说啊，我能加入你们吗？然后我们也欢迎，但是可能时间长了还是融入不了。他们不会觉得这个跳舞是很奇怪的事情，因为跳舞也是体育运动嘛，那打篮球也是，然后踢足球也是，打篮球、踢足球可以在户外，跳舞也可以在户外。我们场地是在政府的那个停车场，一般政府4、5点下班了，然后我们7、8点去跳舞，就停车场没有车了嘛，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跳。那你们的声音会有可能干扰到旁边的办公或者是居民什么的吗？目前为止不会，因为那个停车场，左边是临街的，右边是他们的办公大楼，然后前面是他们的一个硕大的停机械车的停车场。那可能后面以后如果盖上房子的话，可能就会出现扰民的问题，然后可能就需要去换个场地或者怎么样那的。旁边的那个办公大楼，因为你们是晚上跳，所以其实他们就都下班走了，已对，那里已经就是没有人了，就是经。可能偶尔有个打扫卫生的印度老头去打扫，大家都是附近的人吗？大部分都是附近的，然后有那么3、4位是比较远的，就会每天开着车从白石过来，然后跳舞。那你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啊？你是里面最年轻的吗？是最哦，年还真轻是最的。年轻。在疫情之前，我都是上白石这边的各种舞蹈班，因为我还挺喜欢跳舞的嘛。然后后来疫情了，舞蹈班都停了。有一次我就是在周围遛弯嘛，发现那些大姐在跳舞，然后我就跟着她们后面跳，跳时间长了，就加入她们了，就每天都跳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你觉得最跳广场舞最吸引你的点是什最吸引我的点，第一是免费不要钱，第二是，就是因为场地比较空旷嘛，跟室内的感觉还不一样，动作可以做的比较舒展，第三是就是大家其实沟通比在教室要更多一些，因为如果在教室上完舞蹈班，下了课以后，大家就各自开车回家了，但在停车场的话，大家可以站着聊一会儿啊。说说话，然后大家也都发展出来的友谊也比较深厚。像领舞的，他们会收费吗？不收费，就是大家包括我也是，就刷小红书啊，或者刷抖音啊，看到有新的舞，然后啊就给录下来，然后发到群里说想不想学，想学就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就是
会在家就是跟几遍，然后到广场上就教大家一起跳。你是领舞的吗？Sometimes 是的。比如说有其他的广场舞的队伍，他们产生了扰民的行为，那加拿大这边的人，他们一般的会是怎么处理？以及呢，就是政府方面会是怎么样来处理？有没有了解？嗯，可能加拿大人如果是认为你噪音扰民了，可能会直接跟你说，说你这个声音太大了，就是影响到我们了。嗯，如果你散了，其实也就散了。如果你当时你就坚持自己的立场，嗯，可能人家就会报警，我猜啊，然后可能警察会来调节这个事情。嗯，然后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的话，我觉得大概率会选择换地方吧，换一个不那么扰民的地方。对，你觉得加拿大跳广场舞的地方好找吗？不是特别好找，像我们找的这个政府停车场就算很好了，因为周围目前为止还没有住宅嘛，没有住宅就不存在扰民。那如果以后存在扰民了，住宅建起来了，那我们可能就要换到小学的停车场。小学的停车场周围目前为止还没有居民区。对，但是这样的地方并不好找，因为很多小学的停车场周围也是有居民区的。嗯，但是你在公园的话就会打扰到在公园休闲的人，那个就是真的扰民了，可能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就是说在公园的话呢，嗯，它有一些遛弯的人。对，这样的话你们的声音就是你还是会认为会打扰到他们。一定是周围没有住宅，然后嗯不是公园，嗯，基本上都是停车场会好一些。天气特别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会在小区的会所跳舞。会所，但是就是场地比较狭小，就是大家会跳那种那个一拉一的那种水兵舞。这样的话就可以见缝插针，不用特别完整的场地。那会所的话需要收你们费吗？还不收费，因为会所的话就是如果不是说预定一个 party 的时间的话都是免费的。但是会所就是跳舞会比较受限制，只能跳一对一的舞，就跳不了那种就是集体的广场舞。空间八到十个人，一般十个人就挺挤的了，就是六七个人是比较舒服的。嗯啊，所以就人就没法太多了。是，就是一些很愿意跳水兵舞的会来跳，有些人会觉得水兵舞节奏太快了，可能就不太喜欢。都是女士吗？有男士跳吗？都是女士，没有男士。哦，对，一般可能之前也有男士想加入我们，但是大姐会觉得挺别扭的，所以我们就婉拒了，把他们赶走了。一般我们跳广场舞跳了一年半左右嘛，然后就是大家也都很熟很熟了，就基本上说谁去谁家谁去谁家就随便去。然后近期有几位大姐就是从这里回到中国了，然后走的时候大家还挺依依不舍的，不停的在有那个欢送宴啊，去这一家吃一吃欢送一下，然后再去饭馆吃一吃欢送一下，嗯，还挺好。我们那个夏天的时候，包括我还有三位大姐一块儿还去坐游轮玩了一个礼拜回来了，就是不带家属的那种。你们这边会有这种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吗？曾经有过，可能就大家就是玩不到一起，慢慢就分开了。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更倾向于舞台表演，可能就对舞蹈的要求比较严格，那可能有一些人就只想运动锻炼身体，不希望你们被严格要求，所以就慢慢就分开了。你参与的是严格要求的还是不严格要求？我参与的是不严格要求的。因为我也不算特别追求进步的那一种。追求表演的人没有那么多，因为可能更多的人也没有那么自信。是逢年过节有很多的华人的社团组织也会
搞一些晚会啊，排一些节目啊，你们广场舞社团有没有去参与一下，给他们贡献一个节目？原来没有分开的时候有，但是按照舞台标准要求的。然后现在那个分开了嘛，然后过年过节就没有再出去表演，可能过年过节的大家聚在一起就吃吃喝喝的。跳什么舞，什么风格的或者哪个舞的话是谁说了算呢？大家商量，一般大家刷到好的舞蹈，然后觉得大家可能会感兴趣，就会发到跳舞的群里，然后大家就有的人说，哎，这舞挺好的，那就学一学，然后就跟领舞跟舞了。如果在大家要说，哎呀，这舞可能挺难的，或者说这舞可能不太喜欢，那就算了。运动量我觉得对我来说跳两个小时还挺大的，因为我们两个小时基本上就是一直在跳一个舞接着一个舞。我在前年九月份开始跳舞的，那时候我是123斤，然后我到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减到92斤，到现在也是92斤，对，就瘦了30斤。我瘦了30斤，瘦了30斤，所以我觉得我受益还是很大的。但瘦30斤，你有节食吗？会稍微控制点饮食，但没有节食，像甜品什么的我都一直在吃。就比如我6点吃完饭以后，然后我7点、7点半去跳舞，回来以后就不会想吃东西了，我就洗洗睡了。那如果在家，我可能就躺在床上，就是一会儿吃点这个，一会儿吃点那个，就是差很多。你们这些华人有没有想过把广场舞这个事情影响到更多的人？很宏大的想法没有，但是感觉有的时候别人想加入的时候还挺有自豪感的，觉得也起到了一种文化的一种传播吧。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一个帖子说，加拿大呢，华人圈子里边是一个很疏离的社会，就是大家很难去交到一些真心的朋友，关系很好的朋友。你认同他这个说法吗？我不是特完全认同，可能就是一开始加拿大本身是一个比较疏离的社会，大家都比较客气，比较有礼貌，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分人际关系的远近。那如果一些人每天在一起玩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玩，那关系很难很疏离很客气，就会比较 close。 然后我去他们家，他去我们家，也都比较随意，基本上发个微信就跑过来了，我觉得就还挺好。因为天天见面嘛，就不会有那种疏离的感觉。我们在游轮上也是住在一个房间嘛，因为没有家属，都是一些女的，住在一个房间，然后一起出去玩，一起吃饭，都就感觉真的是挺近的，挺亲近的。说孩子的学校里大概有20%的华人？要比1/3还有多一点的华人，差不多一个班22个孩子的话，会有7-8个以上的华人。可能有一些华人孩子不太会说国语，可能是来的比较早，或者父母那一带来的，但是一看就知道是亚洲面孔。是附近的公校？对，是公校，爱之物的。你们家这个小区大概有多少华人？我们这个小区大概有120到150左右的华人家庭，1/3到1/2这样子，就华人很多。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区里有一个很大的华人的群，那个群里也很活跃，大家经常说，哎，需要帮忙啊，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跳出来，然后给他帮助，觉得还挺好，挺温馨的。那这个比例，华人比例相当高了，很高。这个附近的这个华人小区都是这么高的比例吗？据我所知，就是爱之物的附近的，包括 single house 华人比例都很高，大概都有1/3强的样子。我知道有一些新移民，他们好像不太喜欢去华人比例特别高的地方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我觉得就是华人比例过于高，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孩子可能会强化中文，然后可能对于英语的学习不是特别有利。那其实在学校里，就是孩子和家长和老师之间都是用英文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。包括前两天我们家孩子过生日，在家里几个纯中国的小孩，但是在一起交流是用英文交流，而且孩子英文学习除了上课主要还是靠阅读嘛，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太大。小孩过来的时候是几岁？6岁，上1年级之前过来的。那他现在你觉得他是中文更好还是英文更好？英文更好，他思考问题可能还是用英文。思考问题用英文，那等于他其实把母语已经切换成英文了。是，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的
那个带他学中文，包括一会儿要去中文课外班，但是他明显英文要比中文强很多。你喜欢加拿大的生活我喜欢呀，在加拿大可以躺平啊，不用那么挤板呀。对对，因为在中国节奏啊，生活节奏也很快，然后去上班路上也很远，然后晚上回来要弄孩子就很辛苦，而且其实有时候会思考说忙的这个意义是什么。那在加拿大这边，你就感觉就躺平就行了。那如果要是国内同等的收入情况之下，你觉得哪个地方更容易躺平？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差不多，因为在中国你其实少了很多做家务劳动的时间。在中国你可以点外卖呀，然后可以请小时工，但在这儿的话，这些好像开销都比较大。所以这些更多的是需要自己来做。对对，也包括做家务什么的，但是孩子又会好一些，因为在这边上课外班，除了个别的一些要学中文之类的，其他的可能还都是体育运动比较多，我就给送过去就好了，我就不用管了。当然，在中国的话，我可能要是课后我要帮着他去完成老师需要布置的作业，然后还要提交给老师，这些在这边都不用。那在孩子在这边，你觉得课业的压力重吗？不重，我一直跟别人说，我说这边的公校就跟幼儿园似的，似乎回来也没什么作业，然后2点多就放学了，然后老师也不太跟家长沟通，或者说老师认为跟家长沟通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，对，所以跟学校来，对于学校来说，我们没有什么压力，那他们上学学的东西的难度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浅显，就是。他们可能那个面积铺的还蛮大的，可能也达到了中国6年级的水平，但是他们那个深度是很浅的，大概就是点到为止，就是讲一个知识点，但具体的什么应用啊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比中国差很多。比如是加减法的话，可能中国会让你大量的计算，什么小明买了3支铅笔，买了5块橡皮，然后最后花多少钱？但在这边不会，就是3支铅笔是多少钱？5块橡皮是多少钱？不会要求你达到综合计算的那个水平。你会有担心孩子在这边基础教育学的东西过少吗？不太担心，因为他以后参加这边的考试，然后也是考这边的大学，所以大家水平都差不多，所以也无所谓了。那你觉得小孩在这边上一个好大学容易吗？因为我们家孩子还小，我不太知道，但是好，似乎身边的中国人的孩子上的学校都很厉害，就说出去都是耳熟能详的学校，像 UBC、SFU，好像都是最平常的选择。稍微厉害一点的家庭，孩子就会爬藤啊什么的，就好像华人家庭都这样。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家孩子会什么样。那你说的这些家庭，他们孩子上的学校都比较好，这些孩子是被鸡娃鸡出来的，还是放养放出来的？你知道我觉得可能家长会比较会激，就是他不会激得很狠，但可能激的地方是比较切中要害吧，所以可能孩子成长的还不错，你和你老公鸡娃吗？也是浅尝辄止的激，不太使劲，就是可能该送的课外班会送一送，但是不会要求他每天连轴转，转得很满，那不会，就会给他留出自己很多的时间来玩，然后来休息，来阅读。那你们都上了什么课外班？上有足球，有羽毛球，有游泳，有中文，有演讲。这学期新加了点数学，看他喜欢不喜欢，别的没什么了，三个运动的，三个学术的，差不多。那6种的话也挺忙的。就是保证他每天有个课外班上吧。那课外2点多放学，课外班可能1个小时，加上来回路上1个多小时，剩下的时间孩子都在干嘛？剩下的时间，孩子，我每天会带他读中文，差不多要40分钟左右。就是读中文的就故事是书。故事书，对，每天读半个小时的故事书，然后再用剩下的10分钟把不认识的字重新认一下。然后其他的时间好像就没有什么，孩子就是自由处理他的时间，他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，玩游戏也行，然后看 YouTube 也行，看书也行。那我就都玩，时间就都玩游戏，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也不太，因为课外班老师也会留作业，对，他会每天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好，至少每天要写一点数学，写一点中文，
然后把老师的作业在下一次课外班之前给写完给完成，所以他每天还是自己要做一点事情。我和我先生会带着孩子去去海边玩一玩，去森林玩一玩啊，然后有时候会跟孩子的好朋友的家庭一起出去度假。那基本上每年夏天我们都会跟两家朋友一起，然后去比较远的地方去玩几天，度一个假。平时小伙伴们会经常是他来我们家，我来他们家吃个东西啊，或者 sleep over。那出去度假的话，你们一般都有什么样的选择？出去度假通常都是像那个在一个湿地公园啊，或者是说温哥华岛啊、曼宁公园啊，就是去玩去钓钓螃蟹呀、挖挖生蚝啊，或者说划划船、烧烤一下啊，大概就是这些。户外的这种山水的比较多。对对对，然后租一个就是 single house，就是那种度假屋，然后几家一块住一住。